Hello， 大家好，我是轮子，耶、yeah, ，在我旁边的是好久没有见的姐夫。然后我们呢，今天呢，终于要出国去滑雪了。从疫情之后呢，我们就再也没有相聚首去滑雪了。这一次呢，终于呢，又集结在一起呢，准备出国去滑雪了，耶、yeah! ！OK， 大家，我们现在已经到日本了。刚刚有去买我们每一次滑雪行程都会买的贴布。我完全没有料到，就是日本的温度呢，居然跟台湾是差不多的。刚刚机上广播说，这边东京的温度是22度，真是热到不行哎、欸。这家那个，如果等一下会开比较久，所以要上洗手间可以再去上。哎，我们现在来到那个放饭时间休息站，然后这个休息站呢，就它的装潢跟我们上一次的休息站长得真的是超级像哎、欸，还是我印象有误。今天是第一天早上，然后等一下就即将去滑雪了。我住的位置呢是就是窗户旁边，然后呢姐夫是住那个比较靠其他房间的那个墙壁。然后我在睡觉的时候呢，就觉得那个窗户那边一直会有寒气透进来，就我脸转那边的时候就觉得冷冷的这样。然后在我看窗户外面的时候呢，我发现呢，它地上这一台白白的呢，三菱的呢，居然是暖气呀、啊！开了之后这边就比较暖一点。昨天晚上应该把它打开的，预计上来说是7点吃早餐，8点半集合整理雪具，然后9点正式出发这样。那这个呢就是他们的餐券，然后它是基本上来讲的话，哦，它其实虽然说都是黄色，可是有分的，它上面有写朝食券，然后还有这个 dinner， 这个就不会念了。然后它是以那个房间为单位的，所以就是两个人要一起行动。真的有北极熊哎、欸！我以为是骗我们，或是那种 Q 版站起来的那一种，没想到是认真的。嗯，走。Thank you。走。主要是会记录那个。对啊，我的休闲就是，我有经营 YouTube 频道啊，可能是兼职的。啊，你有经营啊？对对对。昨天有发布吗？没有没有，因为我这个是随佛性的，就是你要就要，不要就不要。是我上电视对不对？是你的后脚，其实一站直，就是要踩在板子上。我要稍微忍住，不要直接踩在板子上，脚不要下来。好，第二件要忍耐的是。缆车是这样子嘛，对不对？在你的雪板离开地面之前，都是跟缆车的椅子垂直。嗨，拿 GoPro 就是很好啊。对，我还有360，这就好了。对，很好、啊。我还有360，到时候可以天气。
节奏好像没有弄紧。哦，是啊。要来吗？有点怕的。补充跟大家说明一下，这边所谓的高速缆车一点都不高速，非常的缓慢，而且它到最上面的时候要下缆车的时候几乎会停止这样子。我刚刚好几次的时候都不知道是我要下还是不下这样，因为它动力不太够啊，我都会偷推椅子，所以不够的时候就很麻烦。我们现在呢第一天滑雪回来的两点多快三点就下课了啊，然后我有持续在滑这样子。这边呢很奇怪，就是它没有那个烘干室，所以呢你的东西呢就是放在拉客呢理论上来讲应该是不会干啦，所以我们就拿回来放。就是这一台长长的，还记得吗？我早上的时候说这个是暖气的这一个东西。然后现在呢，姐夫因为他先回来了，所以他先晒，他先烘，因为他今天整天都下雨，然后他是没有穿雨衣的啊，但是我们这一组是有穿雨衣的，所以我没有那么湿。对，好，我的东西呢在哪呢？就先掉在这儿。没有意外，就是我最湿的还是我这一双最爱的手套，因为它本来就没有防水，对，整个就跟它就是很快干，所以它就是不防水，但是很快干这样子，然后整个都是湿的可以，然后呢，连带连我的雪衣，新雪衣的这个手掌的地方呢也很湿，因为它就是整个从那边吸进来这样子，对，但是雪衣本体呢，哦，都没湿，因为我穿雨衣。为什么跟早餐一样？不一样啊！哦，不一样。不一樣，只有两张，没有没有没有，他是不要的啊，多余的，不是多的多的，刚刚没有给出去的，有一个，有一个，有三个人吗？三个，三个，好，三个，好，一，五，他，没有，好啦，我操，我好啦，我你好啦了，我真正好啦，我大概都。Yes， 好，我们今天是第二天，然后我们今天来到 梅 池，我一直之前也都以为他念母，但是实际上好像念 梅， 他旁边是木字旁的。然后今天呢就是雨转雪，所以大家看到我的画面整个都是很多雪这样子。我们现在要步行一段到滑雪场，怎么样？昨天看姐夫已经滑得很好，虽然没有录到。对啊，今天在也没有滑得很好了。有啦有啦，我在缆车上看到，滑都听不到我在告诉，就喊叫你这样子。听不到，真的听不到，你喊太小声了。我叫了一下之后觉得有点尴尬，就没有叫了。都是黑色的，来，轮子。对，学长地图手机都可以用哦。我们刚刚在这边稍微等了一下呢，就是教练买雪票好像有点问题，但是实际上的状况是呢，他现在因为雪太大，所以他关闭雪场一个小时。所以即使我们找到还是不能滑，所以等一下可能不知道会要去哪里这样子。就暂定活动到十点，对，就活动到十点，然后在这边就集合。然后这边感觉就比较国际化一点，很漂亮，而且感觉很大。好的，大家，就是我们刚刚那个有一个先遣班哦，他们那个上去
这个港多拉呢，然后据说从上面下来呢，滑到这个排行队伍的最后端呢，他只滑了一分钟。那所以在这个排队排那么久，滑上去就只有一分钟的情形之下呢，那其他缆车他又不见得会就是修好，大家知道吧？他这是没有时间的规范。所以教练们讨论一下之后呢，然后跟那个旅行社那边联络之后呢，就决定说我们全部呢就再拉回昨天的雪场去滑。好，所以我们今天早上的行程就是在这边排队，然后淋雪，然后赞叹这个美丽的雪场。但我真的很喜欢这边诶，好可惜没有滑到。哇，好可爱，黄色小鸭是吗？没有，鸭都还是白色的。来，你手伸出来。好，你没有手是不是？来。脱模，白色小鸭，脱模，哦，哇，哇，头爆了，哈哈，头爆了啦，他没戴安全帽，头爆了，上手，哦，这么快，开开一下效果，差不多了，时间差不多了。哎，不错，来砸到我的人，哎呦，好痛，我就会告你。哦，差一点，抱歉，哎，再一次，再一次，再一次。哇，各位，我们现在又回到这个白马这边，因为昨天下雨的关系嘛，今天就是整个的路面呢都是结冰的，非常的难滑，很痛，跟昨天湿的冰比起来实在差很多。然后所以我今天没有拍太多的画面，因为我怕我拿出来就不拿都没办法好好滑，拿出来就滑得更惨。要挡着姐夫，姐夫滑过来，姐夫滑过来，来来来来。好玩好玩，这几天之后，姐夫在那里，姐夫，姐夫，哇，一喊就摔倒了，站起来，站起来，姐夫。姐夫站起来。同团的朋友们呢，突然告诉我们，今天的月亮很漂亮，肉眼看真的超美的。那肉眼看的话，很像假的。哦，你敢相信吗？今天已经是第三天了，都在这个雪场，那么小可以待三天，真的是不简单。然后今天终于呢，我们教练呢同意哦，我们可以往另外一边去了。然后今天我希望可以一直疯狂的逛山，不要再练了。我们现在就又回到这个六号，因为他这边呢要从六号缆车呢切过去另外一边玩。但是呢，今天因为还是持续下雪关系，所以好像这边的雪场的山顶山上的缆车也都没有开，超级可惜。最下面那边也没有滑过去，可是只会滑到中间第一个屋子哦，就要再走了。那条没开嘛？那条过去是平的。嗯哼，那要先过去如果先不过去，就会卡在树林了，对不对？对，还好，尽量不要卡到山高。对，我会尽量。你看，还是有人成功切过去嘛，对不对？那就从很上面切，其实从越上面切越好。对啊，可以把草那个东西过去啊，它会中树。刚刚三个人过去中箭了，不见了，是不是真的不见了？这是掉下去了，不见了，很危险。好了，就小冒险吗？大家，我们刚刚从那边缆车上去之后呢，切过这个雪，这边乱雪，然后呢再过来到这边。啊，它那雪呢，虽然就是看起来乱，但是滑起来还行。然后半段很粉，很好切，直直切不会下太多。
哦，我们现在到的这个是白马国际，然后这一段呢还蛮陡的，但是蛮好滑的，行行行。我们现在是最后一天了，然后拉车拉了大概半个小时多一点点，因为那个这三天是连假的关系，刚刚路上有塞车。然后我们来到的是五龙跟什么四七，然后我看了一下那个昨天晚上有先放地图在上面，感觉就是上面很绿这样子，很好玩。希望今天教练可以带我们逛山啊。我们现在就遇到一个问题，因为那个这边好像四七跟五龙是分开的公司，然后以往的话好像接驳车都会送去四七那边，然后这一次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开五龙这边，没想到就是教练们他手上那个缆车券的兑换呢，他是只能在四七那边领，五龙这边没办法领，所以现在他们就是赶快紧急处理说我们是要在那边就搭车回去还是怎么样。可以坐八人，如果实力应该可以啦。他电池没扛，可能要坐很久吧。现在几点了？十点十几的，对不对？10:22。好。哇，结果现在一上来就在直接在餐厅的，我担心会不会就不滑直接吃饭了，傻眼。今天视线没有很好，然后当我镜片换成这个白天镜片，感觉有点差，因为我以为今天是出太阳，早上的时候是出太阳的。
现在呢，跟大家解释一下，我们虽然搭上了港斗啊，但还是没有开滑，为什么呢？因为雪票呢，还是得在四期那边去换，请那个另外一个教练呢去楼下四期换，然后换了之后，他再搭缆车上来，然后再给我们票，然后再开始滑。所以我们现在呢，几乎已经是算中午时段了，都还没开始。所以我觉得这趟就是我自己此刻心情是蛮差的，因为我们上次已经在 Mace 那边浪费了半天。就虽然说那个 Mace 那个是没办法，因为他没开嘛。那现在这边呢又浪费了半天，而且我感觉上来讲这边是会很好玩，结果就整个都浪费掉了，早上根本就没有在滑，超扯的。唉，这一次不太行。今天呢就是预计换成 Jimmy 班 Jimmy 教练，希望会比较好玩啊。好，我们现在终于搭上了缆车了，好不好？现在都已经12点多了，吃饱了。其实我也没吃什么啦，因为没有动了，不饿。然后今天雪况不佳，而且玩的时间没有很多，所以我可能就不会录影了，先玩为主。好，我现在佛系更新的，抱歉了各位。你看，大家我的背景这么的雾。
现在呢，我们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一次呢滑雪的心得。这一次滑雪，我觉得有几个重大的问题是我们之前没有发现的。哦，第一个是天气的问题。哦，这个也没有办法发现，天气就是天气嘛，我也控制不了它。很不巧，就是第一天是下雨，然后第二天直接雨转雪，而且又是下大雪，这个样子的结果呢，就会造成它的设备呢被冻结，所以第二天有很多缆车呢，它其实是没有开的。可是这个是没有办法。那再来第二个就是假期的问题，这一次我们刚好去呢，哎，我也不知道怎么样会遇到天皇什么生日，然后连休三天，我们六滑四嘛，等于说我们滑的第三天、第四天就直接重叠。那这样子带来的问题就是人变多了。白马那边当地的是还好，但我们去的那个四七跟五龙啊，就整个就是人超级满，你在绿线上跟那个就是闪那个路障是没两样的。教练其实有提供晚上就是可以搭车到白马的市区去逛逛的这个资讯，但是就是很不巧的跟假期重叠，所以教练有特别提醒说有可能出去会没有东西吃，这样就非常的打退堂鼓，你知道吗？像我就没有出去，然后有出去的人呢，果不其然，他们说他们光是为了找吃的就找了好久。那在白马这边呢，这就是完全的荒凉，对，什么都没有，你就是旅馆里面的这个商店，还有投币机没了。然后再来就是吃住的硬体就不用说了吧，就是这一次呢，什么东西都比上次2020年的野泽呢档次要差了一点点，所以我现在也有点打脸我那个2020年野泽温泉的一个好印象，还有推荐给大家说建议大家跟团的这个影片。我觉得这个东西要怎么避免呢？就是大家虽然跟团好像无脑跟，我建议大家可以呢先看一下说这个团他到底住哪里。现在 Google 的评价很方便嘛，你看到他的那个住宿出来之后，你就可以去 Google 一下这地方，看一下周边的状况，然后还有他的评价，就可以避免这个行程啊，对不对？假如说你如果早知道说这个行程是住这样的地方，你觉得好像不是很保险哦，那你可以说那我不要去白马，我这次改去别的地方，或是跟别的团啊，哦，可能住的地方不一样，这样可能在住宿还有吃饭方面就可以比较好的改善了。所以我在这边呢，要跟大家，如果是因为我之前的推荐影片而跟团去滑雪，然后有不好滑雪印象的朋友们呢，哦，道歉一下，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因为我的基数太少了，我只有上一次野泽基数，上一次整个过程真的非常的好。然后再来呢，就是我必须要不得不跟大家分享的一个感觉，就是我觉得我跟着这个滑雪的旅行社呢，它对于分班来说呢，似乎都没有办法达到一个很好的掌握。2020年的时候呢，先滑嘛，然后他们分班。直接被分到最高级班，累死我。所以我这一次就是跟他们讲说啊，我想要轻松一点滑，我不想那么累。那这一次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他们没有依照大家滑行程度去分班，他们是口头询问，跟之前就不一样。我不确定大家之后分就是的情形会不会跟我一样，但是我跟大家讲一下概念，就是说他应该是最高级班一班，那班应该就是没有在教学，就是一直带你去滑一些黑线啊，或是一些树林，就他觉得好玩的地方。然后再来会有一个红线班，然后再来就是绿线班，然后再来就是初级班。那我这一次呢，就从黑线班呢被排到了绿线班，然后我就是觉得说这个完全不是我想要的，因为我想要逛山啊，但是有教练的情形之下，我觉得他们比较看重的是教学的部分，但是我觉得绿线班对我来讲有点太简单了，好，我直接讲，有点太简单了，有点太轻松了。我觉得这一次的分班跟上一次的分班，其实我认为都不在我正确的位置，我觉得我应该是红线班啊，因为我最后一天有换班嘛。换了红线班之后，是真的有累到，但是呢，我觉得呢比较符合我的程度。我建议大家可以主动的去申请调班，像我是不太好意思，我总觉得这样有点打教练的脸。你有可能在这一班你太烂，或者是这个班对你来说太轻松太简单了。重点是主动好去跟教练们反映，这样我认为啦，你的整趟的滑雪行程呢符合你的能力才好玩。其实我也想呼吁教练们可以做这件事情。第一天大家分完班之后下去，我相信有些人的程度是差很多的，我觉得教练不可能看不出来。那我建议就是说，教练们，你第一天带完班之后，应该是说个别询问一下说，你觉得你在这个班级 O 不 OK？由教练主动询问，我觉得比较不会像我们学员打教练的脸。对我来说，我是不太好意思这样做，主动的去调班，我觉得是对学员来讲呢比较好的一件事情。但是他们呢都没有办法带你去逛山。如果你是想逛山的朋友，我建议大家就是，可以跟教练申请一下脱队这样子。这也是我可能下一次会选择的方向。这一次还有比较差的是，
晚上的部分，上一次的野泽大家还记得吗？我跟大家分享，就是晚上教练们会再把班级集合起来，白天的时候大家在滑的时候会边侧拍大家，跟大家分享一下他白天拍的影片，等于是一个脑内的上课，白天的时候就是身体的例行。这一次呢，我不知道说这个流程呢是一定要有，还是只是教练私人的教学热情，因为这一次没有啊。我上一次以为是标准流程，就是会这样子。但是这一次完全没有，这一次很多教练连拍照啊、影片啊都很少。我觉得这也是这一次我最最最最失望的一个部分。上一次的体验真的太好，就是上一次的教练们也有在做这件事情。那我以为是常态，抱歉，我以为是常态，但是没有，这好像不是常态，因为这一次我没有遇到。对，这一次什么都差上一次一点。啊，只有钱比上一次贵。那如果大家喜欢这个影片的话呢，不要忘记帮我分享、按赞。想看更多的影片的话呢，不要忘了订阅我的频道。我是轮子，那我们就下个影片见喽，拜拜。